大家人健康，看到大家人用爱疼惜地球付出，让我心心念念嘛，都拢会记哩。在咱分嘉陵地区，这老菩萨呢，就用爱付出吼，这些常常都向大家人伫咧讲，甲大家人讲吼，啊，老人啊，是咱人间的宝，真正是。老人是人间的宝啦，过去的家庭啊，现在呢有年岁，但是呢过去的少年，甲家庭甲囝用甲真好吼，即嘛拢社会的好人才啊，家庭顾甲真好，咱的家庭拢真健康。虽然是较侪岁，现在呢，咱嘛是同款无退休哦，咱搁伫咧顾地球啊，呀，搁是伫咧关心世间真侪呢的苦难人，这是咱老人呐、啊，真正有尊严，也真有价值。尤其是现在老人啊，伊对这个地球对人类呢，迄、那个付出吼，真正予人感觉真佩服。师兄，啊，你这行做多久啊？做26班啊。26班哦。哦。啊，咱大家做差几岁？26岁。在梅山的山顶呢，一礼拜吼，坐四处的计程车落来哦，一个月要用1600块坐计程车的钱，啊来专心就是要做环保，坐一坐20多年呢。真正是吼，予人足佩服的啊！两个老夫妻吼，安尼感情遮尼好啊，同齐出来做环保啊，身体健康，囝友好，无烦恼。即嘛呢是囝会当家己载啊，即囝友好。会当予老爸老母呢做想要做的代志，足好命的啊！真正是用虔诚甲因祝福。其实看到老人啦，粪扫的问题，真正是真伤脑筋啦。看到实在是真唔甘啦。其实。一大堆的粪扫山呐，遐个物件，拢是吼，新鲜的时是足价值的，但是呢，用也袂久啊，啊，就该淡掉去，做粪扫来凹，这凹凹袂烂，无法度呢做肥料啊，阁是呢，
伫土骹底啦，千年都袂烂去，百年也同款，千年也袂烂。咱台湾的土地到底有偌大呢？那会堪你讲吼，一座一座的粪扫山，直直贴起来呢？这，那要甲伊摊平啦，甲伊厝伫土埋在地土骹里啦，安尼甲想，咱有偌济土地，通好来带粪扫呢？那，一五谷杂粮，敢就是需要，需要土地干干净净的土地，咱才有法度呢种五谷杂粮啊。咱未堪你讲吼，想爱买就来去买，无佮意就甲伊淡掉。所以咱真需要，需要理念来推动、来教育环保菩萨啊！唔只是干那讲哦，啊，咱就是来去甲资源回收、该减粪扫呢？定唔是哦？咱的环保菩萨虽然年纪大啦，大家人拢足有智慧呢。拢会当了解，什么叫做资源？干那讲塑胶袋啊，都会当分足多类哦。大家真用心，看看去分啦、啊。菩萨真济花呢，人伊吼提起来，摸着肉肉嘞，听声，伊就知影，这爱等伫倒位。啊，这爱放伫倒位，所以吼、哦，行行出状元呐。咱呢，环保菩萨呢，都是有安尼智慧啊，迄、那个智慧啦。普通的人呢，是无法度对袂到的啦，真正是对袂到。那看到刀人遐个粪扫吼，吼、哦，这是累积偌久啊？啊，要安怎处理呢？真正爱大猩猩哪得哩减量？啊，那无吼，遐处理过来吼，后面搁再积个啦，搁比遐搁较侪。因为即卖的人愈来呢，愈是但粪扫的人侪。咱现在唔只是咱家己做，咱嘛都爱吼。鼓励大家人来做啊！咱的子孙嘛爱做啊，咱的厝边头尾嘛都爱了解啊。咱来给伊宣导，予人人呢，家家啦，每一个家庭，咱都甲分好好，啊，摕来回收。那咱安尼甲分清楚，自然呢，遮的粪扫呢，都变黄金啦。咱若搁摕来回收，就亲像我看即卖咱的灰色的，穿朴实的衫，穿白裤，那脚底咱穿的这个袜套啊，袜啊，这吼拢是会当伫只个塑胶分类清楚了后，摕去芳洗啊，一步过来呢。咱也是分得很清气啦，咱可以防疫，土地呢，可以保持干净，咱可以足实，叫做防疫足实，无欠衫好穿，无欠五谷杂粮好吃，无欠啦，就真富有。所以咱即马都要宣导，即跟咱。整个天地之间呐、啊，是息息相关呐、啊。所以希望大家爱心用心，啊，不是市场一个人烦恼，咱大家人拢爱烦恼。粪扫那多吼，好心蠓啊都多啊，这吼、哦、
人啊，夜夜飞，咱嘛真烦恼啊。这都是呢，咱爱把土地顾会真干净，自然蚊啊都袂生，啊都无传染病啊。总而言之呢，真的很感恩啊，生命的价值啊。九十多岁、八十多岁，咱自由要做工课，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啦。师父给恁祝福哦，吼！那彼此呢，互相爱关怀。那请诸神甲威严呐，化清关怀啦。这老菩萨呢，也是我们很亲很亲的长辈，老菩萨，大家要疼惜哦。